这个不对，你没抬起来，没抬起来，你用拖拖的，你用拖的，抬起来换，用裆把腿抬起来换。在这个地方啊，你是要在这样子是吧？你是要在这个地方，在这里你就要抬了，所以你换这个步啊，你是你看在这边是这样子，你现在做是什么？你现在做是你转过来了，你才抬啊，一动就要抬了，裆撑开，哎对，不要高，不要高。不要错了，错了，那个力错了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啊？对，你那个腿抬起来的力量是什么力？是在什么地方？你这样子了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抬起来的量是在这边，这个，这个，是这个，不是转过来变这个。这样问到，再试试看，扣，对，抬，可以，不要那么高，走，撑裆，哎，对，撑裆抬，撑裆抬。你也不对，差一点，对，对，先撑裆，先撑裆，你没撑裆，弓步变马步的时候，先撑裆，撑裆，撑裆，开，看不懂。弓步变马步的时候，哈，看哈，你们现在要做细一点了。弓步变马步的时候，啊，马步变弓步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裆是撑的嘛，所以马步变弓步的时候，从这个撑裆啊，用胯转过来。弓步要变马步的时候，你转的时候，你要同时做两动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先撑裆，撑裆以后，你看撑裆以后，从这边这里。把腿拉，把腿抬起来，腿是从这个地方抬起来的，这样不懂？从内侧，从这里，所以你这边是弓步。当我要转骑马步的时候，先撑裆，你看撑裆，从这边撑开，所以不要你没有撑裆的时候呢，你的转是在这里。你看你没撑裆的时候，你的转是在这里，这样不懂？你们能看得出这两个的差别吗？一个有裆，一个没有裆。这样懂？你有裆，你转这个步有一个往外撑的力量。你没有裆，你只是这样转，这个腿它没有力量。这样懂？啊，所以要注意，这个在转过来的时候是这个，是从这边吧，从这个力量。所以你撑裆了以后啊，你撑裆，你这个腿的距离呀，会保持到你原来的距离。你没有撑裆的时候呢，你常常会什么？你就这样转，它跑掉了。啊，所以裆是帮助我们什么？一个是帮助我们维持到两腿之间的那个距离的，好，再试试看。你看你跑掉了，不要移动，你
踩在这个点上面，对，走，对，对，撑开，撑开，对，撑开，对，撑开，对了，这么懂？对，所以你那个撑开是有力的。啊，扣也要撑撑啊，你扣不撑的话，就像洪哲这个，你扣不撑的话，你那个腿就收回来了。所以在腿的转动啊，过来，你腿开开站着，腿的转动是什么？要有一个什么力？当我。比方讲并不一定是这样的。当我这个的时候，当我要转过来的时候，我这个转呢、啊，我这个转，当我撑裆的时候，我这个转要有一个力量，会有一个这个力量，听不懂？马步变弓步也是一样嘛。你马步变弓步的时候，你这个一转，用胯一转，啪，你要有这个力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每一个步的移动或者转动都要有力量，都要有力量，都不可以随便。你一个腿在转动或者移动的时候没有力量，这一步就废的，这条腿就废的。又回到我一直强调的嘛，你是为什么转？你这个步是为什么动？啊，哎，你这个步动的随便，动的步随便，没有力量的话，不管你动是为了什么，你就达不到你动这个步的目的了。啊，好，来，用髋关节，你不离开也可以，可是你要用髋关节来这个。来移动你的腿，不要用膝盖，所以压力重量也会在哪里？在髋关节。等于我们站骑马步的时候，这个裆就是开的。裆就是开的，裆开的以后，它才有一个架构嘛。这个拱形的裆会往上撑住我们身体的重量。弓步换马步，弓马互换，那等于是一样。髋关节的换。开合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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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所以就不要跑到膝盖上去。扣大一点。扣。不要向后伸。脚不要向后伸。哎，就在原地。离开一下地就变了，离开一下地就变了。撑裆，哎，对，撑，要动的时候啊，落胯撑，哎，对对对，撑裆，哎，对了，撑裆，对，看不懂？